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秋天枫叶。那么今天看到这画面，就知道我们又要玩 GRO 系列啦。那么这个游戏叫做 Comeback， 回归的意思吗？那刚才也看了一个勇者斗恶龙，然后拯救公主，说不定那是小公主对吧？现在她很久没修炼了，就变矮、变秃、变胖了。等等，变秃不是会变强吗？现在你用拳头一拳打死她，不用剑了。好啦，不管了，我们先来看看这边有什么选项吧。首先这应该是盔甲，那么这个心是什么心？我这边有把剑、哑铃，这个是什么？生发水吗？还有同伴，没关系哦，我们老样子，我们现在一个个看哦。我觉得盔甲应该不是吧，现在他应该穿不下，所以我就先叫同伴吧。哦，同伴有一堆了。好，接下来是生发水。等等，他们是欢呼吗？等一下，然后生发水，等等，为什么长头发会加这个强度啊？好，哑铃，哈哈，哦，强度增加了，哎，人数越来越多，然后生发水升级了，啊，变大生发水了，然后剑，人数继续增加，我已经有摇旗了的吗？哦，这个头发好漂亮。然后心，等等，游戏机啊，这是小恶魔啊。喂，哎，心坏了，等等，喊到什么鬼啊？所以他就开始玩游戏了吗？没有锻炼啦。然后回家呢？生发水，这生发水也太多了。哦，怎么会有鸟？就生发水是 max 吗？真的啊，输了，被游戏耽误的勇者啊！好，没关系，我们重新来过。那么从刚才已经看到了嘛，我觉得应该先哑铃，然后再放这个心，应该是最后放吧？感觉这个心是新出来游戏机才会出现吗？还是第五轮固定出现游戏机啊？哑铃人群。生发水，哑铃人群心，生发水吧。好，我试试看哦，重新来过。好，不要看前面的，哑铃，新训练，呼哈呼哈呼哈呼。然后人群，然后心，呼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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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可以哦。所以不是叫心就会有电脑，还不错。那就生发水。呵呵，哎，等等，那个山，这怪物还会往后退，好有趣。哦，心变硬了，这样应该就不会被蛊惑了吧？然后剑。哎，哦，如果变成山了，剑就会插在山上了。人权电脑。蛊惑，没有吧？不会受影响吧？哎，还是受影响了吗？等等，所以心要更早的意思吗？然后再衣服，等等，后面已经开始无聊了，直接被扫了，还是输啦。所以一定要想办法不被游戏蛊惑的意思。我觉得哑铃是对的。先哑铃，哑铃新人群生发水剑吧。好，我试试看了。哑铃，好，不能跳。新，哎，等等，新还不会变吗？新还不会成长哦？明明已经是，哦，新会成，会。然后生发水。会再成长一次吧。哦，成长了，这是木头的心了，等等。哦，剑
变出电脑了，变出游戏机，酷酷酷酷酷酷，会影响吗？不会吧？哎，成功了，成功抗住了。哦，这个都可以拿来练。哦吼，变好帅，变了铁之心啊！再穿，再拿回家。再拿回家，这是黄色的心，人又多了，生发水又升级了，生发水。好，哎，我变回帅气的样子了。哎，等等，心跟盔甲都不够哎，还是剑是最后呢？不对啊，剑需要拿来练，生发水只要进化一次、两次、三次嘛，所以最后第三个放它，还是哑铃人群心啊。因为刚才心没有直接进化嘛，对不对？哑铃人群，等等，这样心好像会不够哎。生发水还是心是第一个啊？对，扛不下，被突破了。所以你要心子开始就要有的嘛，这样就没辙啦。输啦！好，我猜我先放心好了，这次。哑铃。应该不会受到蛊惑的吧？木头都可以了。走开走开走开 ！Yes， 我变黄色了，行。我继续锻炼锻炼锻炼。哦，哎，剑没有，剑竟然没有过去。哑铃没有成长，哎，是应该真的是先哑铃哦，还是人群没有这么重要？我先哑铃看看，哑铃，应该是哑铃心没错啦，哑铃加心应该是没错的。那么接下来是衣服嘛，衣服会不会升级啊？但是你看过衣服升级啊？哦，衣服是不会升级的。升级的意思了，这个应该不会被蛊惑吧？继续锻炼。他们最后可以放什么？最后到底可以放什么？最后放人群吗？不可能吧？衣服会进化一次吗？等等，如果剑九九不出现呢？剑如果是最后一个的话，好好好，先放衣服才放剑。是哑铃心，人群，生发水，生发水。加速，好，可以，衣服，加速，最后再放箭，看看，应该可以吧？好，哎，哦 ，OK 了 ，OK 了，哎，行，哦，观众来打，哦，被打飞，怎么能？
哦，他是当初被救的小孩，好可爱啊！等等，这个勇者是裸体，变赤子之心了。哦 ，Max 了 ，Max 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哦，霸气的时钟剑啊，砍！好帅啊！等等，我还以为那个是帽子，原来是假发的。你怎么要讲究？原来是假发啊！可恶。哦，原来最后我错的只是衣服跟剑哦。所以我就奇怪那个心为什么都是 level 5，原来要观众跑出来啊，好可爱啊，好感动啊，我都有点想哭了呢。标准的勇者都恶鬼，我脑洞非常的大，让勇者回归，超有趣。好啦，也希望大家能成功从肥宅转化成勇者吧。如果不是肥宅，就当我没说。喜欢的影片可以在下方按个喜欢，点击下方按订阅哦。那就这样啦，大家拜拜。